远处那个就是新天鹅堡，好美哦。我们今天来到新天鹅堡，在福森，德国的新天鹅堡，慕尼黑附近近郊。嗨，这个地方是旧天鹅堡，我们等一下进去参观。我觉得我们刚刚失败了啊！真的，因为后背景太亮了。下面还有一些服务中心。